侠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大侠，我可以帮您找双头蛇，请您收我为徒。这点心是照顾我儿子的谢礼，有劳你了。小七，醒一醒！这小子，好香！不行，给我吃，咱们上房再吃。给我吃，给我吃！来。走，回房。喂，别抢，回房再吃。我回来了，相公。谈的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再想办法。你哪次想出办法了？每次都是两手空空的回来，还被人做成那样。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爹说话？我说错了吗？他算什么？你算什么一家之主？我受够了！阿兰，你要去哪儿？放开我！你这个窝囊废！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就是不想看见你。阿兰，你没事吧？阿兰。我来是替爹爹知会你们，今天不缴清税款，你们就得把客店充公。期限不是还没到吗？给我住嘴！刁民，找来那么一位高手，不就是想造反吗？什么抓捕逃犯，都是掩人耳目。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，剩下的人上楼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让那粗鄙的莽夫干什么？见不着明日的太阳。是。这点心是哪儿来的？好好吃啊！捡来的，下次再给你多捡点。楼上的人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，请公子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，过几日我定能凑齐税款。你这木鱼脑袋还真是什么都不明白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常贵人早想将你们客店改成驿站，断水增富就是为了让你们识趣。就算你交上税款，你们一家还是得给我滚。给了你这么多机会，可你们就是死赖在这里，还说不是想造反。哼，今天我就要把你们这群逆贼一并铲除。动手。给我砍死他！上！Thank you.
刚才真是失敬，那么咱们继续谈买卖吧。